非是你要惊醒了，也非之力。
今天的，来完了今天的，这母的开始，我快去睡，我唱去。
那是大哥呀，哎，张宇，宝月可夸呢，那在那桌，说你好学生俩凑一块儿了啊。那是老师，文化老师，记得没？老师陈，后来是文化课，是陈。学宝月那时候教你文化课，教我们文化，教语文。也记他了，也记他。以前那会儿，以前我是教文化，他也记他。我是业务课老师，文化课也是我们班的呀。很欣慰吗？上班很羡慕。别的班女生都是妹子。没有，我们班刚回来。我们班刚回来。因为怎么办呢？完了呢，就是这样。哪儿都是啊，对，他这里也是水，他也是水，没法比。保证他们，真的是这样，对，无疑的代表，无疑是标准，标准的。这个今天我的这个59，这生日虚岁60，承蒙这个钱先生这个大力的这个啊这个支持，给我们办了一个生日晚会。今天这么多好学儿都在场，尤其我这个卢燕姐姐也由美国赶到北京，咱们一块儿，钱先生也是由香港又赶回北京，所以我在这儿呢，这个举着这个寿桃呢，这个向大伙儿呢表示谢意。首先谢谢钱先生，祝您嗓音好，早日咱们也。祝卢姐姐呢嗓音洪亮，明年100周年时候咱们上演一个悲惨戏，好不？这个就是谢谢您的，谢谢您的，谢谢您的，谢谢您的。原派了啊！你超过原派了，那是后来者居上，你甭想打住我，回去从什么基础？气你还不一个六个？别忘了我是谁。那七姑奶说俩好学生在这儿了。
好，咱们大家都交好运。我唱卡拉 OK 可发不了财了。往这儿摇，行了，赶不上紧上我们家去，我还告诉你，还别气了。反正多了没有，一家四口。不管你管不大姐，管大姐还得有点肉吃，没肉还不行。大姐人还得留这锅呢。哎，管大事，下次知道管多点。哦，好。好了吗？好好好，又长一把，还有吗？还有吗？随你随便说几句这行。哦，我也没有管，也有没有管。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。